蔡老师上线，准备好了吗？嗯。好，来吧，我们现在开始了。接下来呢，你想看哪个步骤呢？我今天要走一个不寻常的路线。嗯。我先给你画腮红吧，然后把你的面部的一些修容呀、一些色呀调好了之后，然后再画细节。哦，真是不愧是你。看，我先摸一下你的面部结构啊。虽然平时天天看也看腻了，但是还没摸过呢。腻了吗？腻了吗？还没摸过呢。来，这个时候画很难看的，对吧？对。然后我刚才也学习到了。下巴，哇，我一手就摸到你的下巴了。然后现在腮红部分完成，是不是很有气色了？哎，修容，嘉瑜的脸本来就很小了，所以修容不用打太多，我觉得轻轻一带，然后把她面部轮廓那个感觉给一般在你的下颌线的下面下巴这个位置扫。我为了你双下巴，太了解我了，知道我双下巴那个位置是不是？嗯，你了解。学到了。接下来我们就眉笔，就开始眉毛部分了。你看，我是从他的眉头，然后摸到眉尾，然后就知道。哇，真的画上了。然后眼影画真不错。好，眼影。下一步呢，我们要给你先。画一个卧蚕，卧蚕那就用这个香槟色的，香槟色的好。对，哇，这位置我都自己都感动了，非常有，非常对，太精准了。还有吗？有，我感觉到。哇哦，好专业。有了。有了吧？有了。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眼线部分。好，眼线。哇，这个真难，眼线是真的难。专业画眼线20年。看这边。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可以吧？有了，有了，可以，可以。耶！因为我一般画眼线也是，就是都只画眼尾，所以他很了解我。不会，直接画眼尾。然后睫毛膏，啊，睫毛膏，画到了呀，我都感觉到了，是不是很干净？对，很舒服。来，左边，下一步就是刚才腮红修容已经完成了，那就是高光，然后鼻尖来一点，对，然后再来一点，来一点唇上。哦，我唇上还有，唇上，这样会显得你的嘴巴更翘起来。画完了吗？我看一下。你先看。哦，很满意，是吗？很满意。对，就是我平时喜欢的这种比较，但是呢又很显得很有气色，然后呢又很显得很清新，然后也不会很重的感觉。很好，我很满意。然后接下来我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看一下吧，是不是一样？不错的，一样吗？我们都意想不到，这样的话，太厉害了！哇，这是一个搞笑，好好看，画出来是有点搞笑的，结果没想到今天这么 perfect。